400年，使命来平台400多年，如果在我们手上灭掉的话，这个是多么残酷的事情！故此，18年我下定决心又将这个使命湖浪再现它的光辉。刚开始逃2、3个月，他们没有任何信心。 他认为是闹着玩，闹着玩，你知道。以前这个戏对老年人来说是鬼戏，他就说感觉说这个听得不舒服的样子，所以很多人都不了解，说又去挖掘这个戏干嘛？惯了，怪怪的，怪怪的，不习惯。我90岁的老母亲都反对。 我太太反对，我7、8岁的孙女都反对，8年前我动过很大的手术，终身要服药。但是出于这个原因，我们有时候感到内心很纠结，也感到很苦恼。但可是又做，我认下定决心，又做一件事情，这就是所谓男人的担当与责任。田中元帅其实他是。 宫廷的乐师啊，后来就封为他为戏神，也只有福建沿海县跟台湾对这个文化是顶礼膜拜的。哎呀，我心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心结，有一次向导误带，在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岛上，出来的时候船已经早了，快接近一个月以后，刚好有一艘台湾那个捕鱼的船，发现我是大陆的，会讲中国话。 就高兴的不得了啊！他煮一碗海鲜面，看到一碗这个海鲜面，见到台湾同胞，是感动还是激动？我真的是不会用那个词语。后来由于我的手机换了好几部，电话断掉。如果能联系上的话，一定要请他过来，看看我们这一场大戏。如果这2年没有受疫情影响，去年我们应该就在台湾表演了。 他们在参与过程当中又体会到这个很好玩，因为学生他喜欢玩。很小的我孙女也会唱一两句，大部分的小孩子都会喜欢这个。你们真的很快乐，很幸福。我们平潭地方政府也非常重视。 才3年不到2个月，就特地来我们石门溪传习中心来做调研，想利用各种的渠道来宣传保护这个石门溪。欢跳一树，祭天下，国泰民安第10版。这边两岸一呀一家亲，嘿呀嘛一家亲。 高丽家共谢呀谢万民，嘿谢呀嘛谢万民，对待呀真诚呀实在实在好，台湾啊非常啊林祖清，嘿林祖清，嘿林呀嘛林祖清。 朋友啊，过来看一眼啊！